你生的三颗蛋啊？子怡，你是你生的还是闪闪生的？谁生的啊？这三颗蛋要怎么办？这么小颗，会生出小宝宝吗？会吗？这三颗蛋会变小宝宝吗？会吗？我看看，闪闪。珊珊，还在秀恩爱呀？你的分饭啊，你看你的分饭，你的分饭，子音，要出去玩吗？你想出去玩吗？还是你要顾你的蛋？你想出去玩吗？要顾蛋啊？怕被偷走吗？今天生第三颗蛋了，要孤蛋了。
顾吗？